有人曾经问我，什么是英雄？是将利刃下的黑暗铸成光明的铠甲，是面对命运的未卜和方向的未知，依旧坚定向前。每一位别人眼中的英雄，都是主宰自己的王者。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回溯太古时期，神明降临王者大陆，并带来宇宙的终极力量——方舟核心。它可令文明繁荣，奇迹屹立，也可使世界崩塌，归于终结。它象征着创造，也蕴含着毁灭。有人渴望它的力量，也有人守护着它。两大阵营分庭抗礼，战火不休。神明将它封印，使人类不可触碰。但战火却未曾停息。与友人分享美酒，滋味会更加甘醇。但愿长醉不复醒。也想走马看一次长安的花，要为我引路吗？沙漠中的花意味着无限希望。阿成，守护你是生存的唯一意义。恩赐尔等沐浴朕的荣光。逃避解决不了战争，只会解决你自己。心在哪里，哪里就成为归宿。现实冷酷，我们则相依取暖。一起守护长城的就叫战友。终极的力量滋长着欲望，黑暗逐渐笼罩着王者大陆，奇迹变得暗淡无光。堕世之神为了获得内心的欲望，仍窥伺着被封印的方舟核心。而真正的英雄们，则为了王者大陆的和平而联合起来，踏上了守护方舟核心的道路。毁灭带来混乱，荣耀守望和平。出发吧，英雄们，我邀请你成为我的盟友。苏烈将军真的同意重开关市了。哎，江露姐，别忘了，这可是我提议的。终于结束了没有意义的对立，相互建立起信任，开始新的贸易。嗯，上，看这里。这些都是自长安运来的最时兴的诗集，全要了。哎，好嘞。啊，还要买啊？大家准备了篝火宴会庆祝护使成功，真的不参加吗？对了，这个送你。什么？读一下，你的偶像会更欣赏你吧。李白？喂，这是要我学习吗？我听说苏烈和李白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再见了。就再见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将军也是这样想着故乡的吗？
魔主为何出现在这里？给我住手！管事的真正目的吗？文明长存不灭，交给你了，伽罗。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，那一天都是因为我，长城的和平结束了。我听信那道命令，误会挚友就是将魔种引来的犯人。那位玉城的朋友名字叫做圣，原来如此，看起来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呢。
自久远的太古起，宇宙间存在着终极的力量，神把它带到新的世界，方舟核心，创世之力，人们如此称呼它，可令文明繁荣，奇迹屹立，也可使世界终结。它是创造的力量，亦是毁灭的力量。有人渴求它，有人守护它，两大阵营因此战无止境，烽火难休。于是神明将它封印，令人类不可触碰，直至今日。自久远的太古起，宇宙间存在着终极的力量，方舟核心，创世之力，人们如此称呼它，是创造的力量，亦是毁灭的力量。有人渴求它，有人守护它，两大阵营因此战无止境，烽火难休。你得逞，可他终将如约而至。放心吧，我今天不喝酒。交出核心。
人的授意可由不得你。虽然破灭了，但是一定会有更多的野心家与他做交易。看来战斗还没有结束。我们或许有个潜在的朋友。
刺客，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叫蔡文姬的小孩。又下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我执行任务都会下雨。我叫蓝，魏都刺客。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叫蔡文姬的小孩。居然救了我，他一定不知道我是谁。这是座孤岛，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
那天我才发现，我是置身黑暗里的人。突然出现的一点光，似乎让一切都不太一样。我见过很多人倒在我面前，但我还是第一次倒在别人面前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有点困而已。不过雨好像停了，正好。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有多严重，但我们不可能对抗整座长安城，除非你答应我的要求。Thank you.
陛下。
夜将至。这是朕在宫中被追击时从对方身上看到的符号。这符号好眼熟，我想起来了，长乐坊坊主最近重金购买的机关武姬身上就有这个符号。嗯，甚好。阿离姑娘，朕与狄青的身份都已打草惊蛇，还望姚天能协助调查。待真相大白之时，朕定履行约定，助你力寻明世隐，也给姚天一个真相。
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转。记下到一城是段漫长的旅程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诸葛亮，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今天就由我来主持王者荣耀的发布环节，接下来每一秒都不容错过。有人来信问我，诸葛亮，什么样的土地才能养育出你这样的英雄？这就要从王者大陆东部的三分之地说起。曹操以武力结束了北方连年战乱，魏地终于摆脱了动荡，但这不是曹操追求的终点。仅仅魏地无法满足曹操，他要的是整个三分之地。如今百万军士在铜雀台血誓，随曹操南下，直指吴地。吴地正面临一场劫难，我蜀地侠士一向秉持正义，又怎能袖手旁观？既然曹操执迷不悟，就让蜀地的游侠和机关来教育他一下吧。当然，曹军势大，不可莽撞，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骑兵早就埋下了，打个招呼吧，阿古朵。这是乔乔，我是你们的山大王阿古朵。好个大王，功课念完了吗？什么课？乔乔，你见过吗？算了，考你一下，这次曹操进犯，你要如何应对？带着乔乔打劫他，让他把零食都留下。断粮道，这是曹操擅长的，不怕他有所防备吗？不怕，野外是我们山民和动物的地盘。乔乔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如果他不去野外呢？来，我教你。哦，你们也想知道？三分之地的新篇章正要展开，阿古朵的故事就在其中。后事如何，官网会给你答案。知道吗？在你的世界中所存的记忆，也同样会影响王者世界。你们所铭记的传统文化，与王者大陆产生数字化共振，会诞生新的面貌，成为这个时代的国民记忆。就像婉儿拜役毛维涛老师演绎越剧中的爱情，杨玉环御剑飞天见证敦煌的千年执着，荣耀中国节给传统节日新的表达，鲁班七号十五中方舞出南海醒狮的意义与神。今年的五周年限定文创皮肤也将承载国民记忆，主题嘛是武术。说到这儿，相信每个人脑海里都会闪过那么一招一式，回忆起一些熟悉的身影。这次出招的可是位男英雄，新皮肤将在五周年庆时以活动形式免费获取，到时一起来过个招吧。世界观的新篇章、新英雄和新皮肤，以上就是即将与你相见的王者峡谷新动向。别忘记，接下来还有福利哦。好了，诸君，王者峡谷再见。全军出击，中路来了。我今天一定收拾了你。嗯，机关人呢？快走，别被发现了。切，玩偷袭，无耻。还有人在，喂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笨蛋，看我的，看，Yeah.
云英，枪坏了没关系，能否成为英雄不在于手中的枪，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心中有光，无火亦然。别伤他，带走机关人即可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。保护我方五班七号。一次的失败无法阻止我们追求新的力量。我们需要新技术支持。诺班大师智商250，一定能找到答案。这里是原初领域，已是暗星编织的牢笼。这里唯一的规则就是战斗。有点意思。久等了。老妖来打我呀！长息起伏，大剑挡到近处。穿梭于暗星中的英雄们，看清前路了吗？小鬼躲在我身后。试验一下新房子的威力。你们的心脏要激活了。Go！试炼让你们变得更强大，但真正的出路藏在你们心中。直面自我，才能挣脱暗心牢笼。心之所至，方见破晓。
自己还有一点王子的样子。请再一次做我的棋子，这一局我一定会赢。纵使神明在此，我亦会胜他万次。死的弼马温，让俺老猪出来化斋，他都饿成这样了，上哪儿化去？路都找不到。啊，有桃，哪儿去了？哎，猴哥，你又逗俺。呆子，歇着。哎呦，真有桃。徒儿们，该上路了。烦死了。